现在的孩子不相信月亮与小白兔，功课与电脑是他们不再听古老的神话。当高楼大厦遮挡了古老的月亮，就趁这个季节让你的孩子知道古老的神话源自何方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流传千年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流传千年。